王爷会在准备入咱兜的门，阿妈就随我过来吧，好食。佮讲我遮尔好听着，会晓做生意的人拢嘛知影讲，基金会钱是上好用的。你家己爱有 pass， 慈善基金会是一块肥肉，绝对袂用互人一喙就吞落去。这天王爷会入咱兜的门才讲啦，今麦上要紧的是要应付叶志成阿个王爷会婚礼了。 阿妈讲，志成的婚礼，就要伫咧饭店办了真闹热。像志成伊的声势，若是起来，对应用的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是应阿姨嘛，更加是着重视。这对咱是真不利呢。我知影，我有想过啊。志成甲雅慧的婚礼，做主的人，绝对不能是杨慈英，一定爱是我。我要让王雅慧伊好倒出来。 一摆就甲压落地，袂用让王雅慧的门就过好日子。啊，那安尼张嘉玲的代志，你即摆拢袂插吧？哎呦，我对你犯罗志成的婚礼，我哪有时间去管张嘉玲的代志？这代志你去处理啊，较免你的心事去让压压出来。心事？妈，你甲臭木林了出来麻烦，即摆爱我替恁去卡算，替恁收煞，安尼敢对？ 少峰，咱拢是伫保全咱伫业界的地位。顶摆你结婚，张嘉玲去闹场，即摆咱爱伊死，所以张嘉玲真有可能伫志成的婚礼出现，甲代志闹大。咱绝对袂用让即种代志发生。你都爱听我的话。我知啦，我即摆既然转来业界，无听你的话嘛无法度。我家己想办法啦。 妈，你还是赶紧想讲，伫咧志成的婚礼，你要安怎动脚手？我一直希望会当化解少峰甲志成因的冲突。想来想去，想着，若是我代表业界出面来发落志成的婚书，安尼上好。妈，你有赞成无？多谢你的好意。 婚事的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，免你麻烦。慈英，你安尼讲着唔对啊！啊，婚事就毋是你一人的代志，除非志成伊无信的业。妈，你想看卖，若是我出面，就表示我接受雅慧做咱兜的新妇，安尼王家毋是更加放心，甲雅慧嫁入来。你想要斗三公的心，我已经收着啊。啊，不过志成是我的后生。 伊的婚书，无需要别人来处理。慈英，你若把我当作是别人啊，我是业界的女主人，算起来嘛是雅慧的大家，颠倒是你啦。我安怎？一寡代志我就歹势讲出嘴啦，惊恁讲我搁伫找麻烦。无要紧啊，你讲啊。安尼，我就老实讲哦。 你是无记伫业界户口名簿的人，人伫讲名不正言不顺。啊，若是你出面，婚礼办甲闹热，就会互人看笑话；啊，若办甲简单，人会讲咱无重视志成，安怎做拢毋对？就爱互我来出面，才袂去委屈着志成甲雅慧，嘛袂失面子。你用个莫听我的，要毋过你都要为志成设想。 希望我的好心不会雷惊。若是婚礼吼会当顺利，嘛会当趁这个机会，互两房好好，嘛算是圆满啦。妈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只是毋知影慈英是毋是有这个想法。慈英啊，志成的婚事都交予婚庆去发落，好无？当然啦、啊，爱看你的意思啦。 你也先同意啦，毕竟你只有志成一个后生啊。啊，你若是同意吼，婚庆就要尊重你。你若是有啥物所在无满意，你做你讲，我想婚庆也配合啦。志成，伊应该希望讲伊的婚礼是我来做主。哎呦，囡仔毋捌代志，咱是大个毋免替伊想。就亲像我讲的啦，婚礼安怎办拢办无好，你敢袂过心？ 婚庆过路吼嘛是有道理啦，毕竟咱业界甲一般的家庭无共啦。
有真侪目睭咧看啦。这婚礼吼，唔是咱家己的代志尔，佮牵涉到真侪妹妹哥哥。若是处理无好吼，连集团的名声佮经营，拢会受到影响。妈讲的无唔对，慈英，咱都要以大局为重。慈英，啊婚礼的代志，都交我分手好无？妈，一决定就好，照您的意思。这是我一生中上最重要的代志，哪有可能交给伊处理啊？那爸嘛是应该由妈你来发落。恁阿妈已经答应。明儿，我来找阿妈参详。你莫这么冲动啦，阿妈答应有伊的道理啊。我妈你真正受过委屈了啊。我不要紧，为着我确实无迄个名分，替你办婚礼。志兴，我真正是无法度接受啦，妈无安尼话啦，我娶你雅慧，也佮有雅慧因家的人。咱出国去结婚，安尼阿姨就管无啊？啊，你几岁啊？还阁遮囡仔性？我看这件代志差不多就安尼啊啦。你好好听你阿姨的安排，希望这场婚礼会当顺顺利利。啊，不过妈你，我不要紧。婚礼迄天，我会点点坐伫台卡，我要看你穿了缘投缘投，也会穿水水的新娘衫。我要看你欢欢喜喜，大家会出力嘛？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！你别误会，我有亲家为难呢。即摆婚事是我咧烦恼，一寡妹妹哥哥我拢在爱顾甲足周全呢。啊，若无就无采我的苦心。啊，少峰结婚的时阵吼，我拢无遮尔忝啦。哦，非常感谢你的用心。阿姨，我拜托你，即阵代志我家己处理就好，好不好？哦，无好啦，雅慧嫁妆我就莫操烦。要唔过食喜酒，迄天爱安怎坐，都要听我的安排。一般食喜酒，除了主桌以外，唔就是男方女方一个坐一边。我爱听你什么安排？我就甲你讲过，这唔是一般的情形，袂用甲普通的婚礼比呢。啊，阮业内请的贵宾吼，拢是有头有面的人，我会安排伊坐主桌附近，安尼你嘛较有面子。啊，阮遐亲戚是要坐倒位啊？这边爱多啊，非得伊嘛袂计较啦吼。啊，搁有哦，你都要交代好，叫伊袂用去凊彩穿的。大业饭店是高级的饭店，若穿甲松饼饼，叫人看笑亏。那有可能叫阮家的亲戚，拢去这边爱多。阮请的贵宾拢一来一去的呢。啊，若是要甲恁的迄个亲戚比，安尼我足为难的。歹势，这毋是生理场，恁有恁的面子爱顾。我嘛有阮的礼数爱顾，婚笑，咱应该尊重亲家因的意思。我是伫顾虑恁的面子，啊，恁若无要无紧，到时阵若有啥物笑亏，我就凊彩你。本来是讲，赤诚甲雅慧因的辈子敢有合过啊？哈，当然嘛有，我包一个大红包吼，找一个著名的生日来合过你。先生讲，因两个八字是有合啦。也毋过，我嘛是听先生讲才知影。伊讲雅慧是生伫破月，伊的命格是破骨。人你讲，身大破骨衰家门，子孙忌骨家门败。哦，先生就是安尼讲哦。嗯，总是有方法会个破解啊。当然嘛有。先你讲吼，只要入门迄天，甲遐头破过火炉，安尼就化解啊。哦，啊，阮雅慧今麦受伤，啊，就迄天看相，小甲扶一下，啊，就要出来甲我打破哦，啊，无到时袂生，连倒惨。你这根本就是迷信，干必要安尼为难雅慧啊？妈，结婚是大代志，影响是久久长长，咱也是爱相信，啊，若无犯着禁忌，后悔就袂赴啊。啊，不过伊雅慧的状况确实是有一点仔困难啦。阿妈，你免烦恼，我无问题，我一定拢做甲到。我听了吼，啊，其他应该拢无问题啦吼。什么无问题？佫煞来，倒是大麻烦。阿袂煞，啊，是甚物大麻烦啊？
就钱啦。我，你是不是姓好？对啊。今年拄啊是好年，啊，先咧合婚了后，选一个上好的日子，拄啊去冲着你。冲着我卖安怎？当然会影响你的婚姻啦、啊。所以结婚迄天吼，你妈一定要先撇，袂用参加婚礼。要那无好好的喜事吼，去互你冲歹去。你是不是超过伊为难啊？那有婚礼讲，唔爱让妈妈参加的。你唔通误会哦，那是先咧讲的，唔是我讲的。唔卖怪罪我才来。啊，不过你一直问到今嘛，提出一大堆无合理的要求，安尼情绪是要安怎继续讲落去啊？真正是冤枉哦！我是真正希望因婚姻幸福，唔再用心计较，要让因撇开迄个禁忌。要那无，先你讲啥物无好，我就叫因去做。到时阵你搁讲我乌心肝，我是真正真心希望因婚姻幸福。为了雅慧，好，婚礼迄天我袂参加。妈，妈，阮爸是安怎要给你钱？讲一个理由啊！看起来因无相信我的话啦，你把我解释清楚啦。安怎？变个教训？那我替你讲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就是是啦，你这无像我讲。你不要紧吧，我帮我朋友，我好滴。你别去啊，你用啦。我爸，你别笑啦。啊，别搞笑啦，我后爸死人在看伊啊，我一定要抓到伊。你紧别笑啦，亚弟，听我爸讲吼。好。爸，弟子。哎，爸，弟子，你卡是不是受伤啊？我扶你去看医生啦。无啦，我拄得到流咧。无啦，紧啦。亚弟，卡爸。你别聊我，不如先去聊恁爸啦。哦，你到底是讲啥？你别见笑转出去，我已经证明我无看唔到恁爸。哎，真啊很慢，按你讲抓着。杜明丁，叫你甲我放开，那无大家真歹做了。那个陈恩啊，他有话用讲，慢个做个放开啦。哇！你若叫我甲你放开啊？无你敢毋是同事啊？我着讲卖咁样冤家相拍。啊，人讲见面后求婚证啊，定定好相看。你到底是讲啥？你想说要替伊讲话，佫叫我甲伊放开啊？啊？你是毋是有做甚物违法的代志啊？我无啊！你一群茫茫遮侪问题，我等我想要回答倒一条啦。你是你莫佫甲我讲是我有话无的哦，杜明丁。既然恁囝连你的话拢唔听，但恁就莫怪我。陆晨，你去查恁爸最近做啥物代志？你莫阁讲啦，你你敢拄好大声啥？我无啦，我都声后本底就大，你是你到底是做唔到啥物代志啊？伊唔敢讲啊，非得啊，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无你的代志。爸，你讲啥物代志都袂用解决啦，你着老实讲。我一定跟你斗相共嘛！哎，你莫讲问啦，你问这，是啦，你都我嘛甲普通人共过，我嘛想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啊，对不？啊，互家己的某当信任的，啊，互家己的囝会期待。我知影啦，我是吼，你这世人吼，这上大的污点就是我这个老爸啦，我串做做啥代志拢唔对，啊，但我阁无资格做恁老爸啦。你到底是讲啥？你哪会讲这番话？你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？你有老实讲出来，就算你有做唔到代志，还是遇到什么困难，咱都会当做好解决啦。不是我啊，都爸，不管你做啥，你拢甲阮讲，我会用替你解决啊。